Pokemon！嘿，我是 MB 大熊 Much Bear， 旁边的是我的小帮手。好，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呢，就是 Pokemon 啦、啊。不过，预告片里面呢，有先出现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美少女战士的悠悠卡。那买的这个东西呢，是楼下的 Seven 买的，因为当天半夜的时候，看到网络上有说，好像听说很抢手。买回来了，它的正面的做工呢，非常的精致，而且上面还有小小的小钻石，蛮漂亮的。然后它的背后有个美少女战士的标志，悠游卡的标志哦，这是可以直接上捷运或者是在 Seven 消费的时候可以使用的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交给小帮手了。没错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重头戏 Pokemon 啦。这个呢是从阿轩那边抢夺来的，因为他原本是买来要玩游戏王使用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所以就跟他抢来了。哇，质感超好的。这边呢是路卡利欧，然后这边是杰拉欧啦。这一次呢是跟还蛮有名的人合作的一个水墨风的风格。那请小帮手拿着吧。接下来呢是这个零钱包啊，你可以放下，不用一直拿着，你手不会酸。它零钱包呢，乍看之下非常的像纸的质感，摸起来也非常的像纸的质感，也是像是捷拉欧拉跟路卡利欧。可是它后面的说明是写说，它好像是用美国特制的那个特殊的做法做成的，然后有那个它是什么布制布，可是它写说不容易破裂，然后里面的夹层也还 OK， 可以拿来夹卡片啊、放零钱之类的。不过我应该会拿来收个耳机或什么的。来，接下来就是最后的重头戏了，来这一张。是路卡利欧的，必须。哦，这次质感也很漂亮。哇，气势凌人！这张给小帮手拿。然后呢，我的是这一张杰拉欧拉的，都还没有拆开看，这真的是第一次拆开看。哇！两只刚好一对，质感很棒，可以加工之后做成门帘，然后就这样两片挂起来，因为挂在房间门口或浴室门口，可以这样，嗨，这样走出来，你也来一下 ，Hello， 你应该要看到边，你不能看下面，有味道，有味道，有那个姜的味道，对，这个洗过比较好，啊，再给你拿。来，你能够一次拿这两，这样子吗？可以啊。最后呢，最后的最后呢，就是超级贵的贴纸，也是路卡利欧跟杰拉欧拉。这一次我全部买的都是路卡利欧跟杰拉欧拉的东西。这个贴纸两张大概台币快100块，超贵。不过这一次的水墨因为太漂亮，所以一定要全部都买到手。那我们今天全部的开箱就是这样子。有人在打哈欠了，他也不是爱困，因为现在是晚上的快12点了。今天是除夕夜，对，今天是除夕夜，所以就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，拜拜，立刻就要拜拜了吗？记得订阅，还有什么？分享加按赞，不对，是订阅按赞加分享，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